哦，觉得那个是兴趣，但是做到不开心了吗？不开心，我觉得你生长在错的国家。啊，对，因为对啊，这个也是，所以环境是会影响的嘛。我说错了，所以既然环境影响到我，倒不如去改变我自己要的东西，对没有？趁我们现在还年轻，其实我们还年轻啊，四十多岁不要以为自己老了，真的，我现在现在真的是二十八岁了，我习惯性了的这个，我只知道我现在只知道没有一样东西了，是不能做的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做，只是你们想不想要，或者你们想的那个过程啊，会不会是你很开心、很愿意的去做、很愿意的去付出，但是你愿意的付出不是抱怨的那个心态懂吗？有些人就是付出了啊，他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，为什么我拿不来？我不甘心，不甘心。我跟你讲错了这个。不光是因为你付出的那个点啊，不到位，不够多，或者是你付出错的方式，你努力有人比你更努力，你的方式错的方式，明白吗？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，而不能讲人家的问题。对，什么问题都好，都是从你自己发生的，而不是别人的。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真的是尽了100%的用功，可能你们就欠缺一点伯乐，这样可能你们就可以带水晶的磁场去把你的那个光亮起来。有些人就这样好命的，因为他的那个光有在，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哦，随便拍一张照片，好好用啊，吓得，就是有这样的人。但是我也觉得他是有付出他一定的努力啦 ，OK， 这个你们刚刚讲到水星嘛，对没有？我们就讲天柱，天柱刚刚有人问天柱啊， okay. 是没有能量。我跟你们说，天柱本身的那个考确啊，那个意义是在西藏几千年的东西来的，几千年的历史来的，它是玛瑙成分。你要记得，万物皆有灵，也是一个有频率的东西。玛瑙也有频率的啊，只是玛瑙频率会来的比较平稳。水晶会来了比较强大，它是玛瑙了才到水晶，水晶才到钻石的嘛。啊，对，所以我们讲带天柱哦，我们要它的共存啊，是它的那个加持的那个功效。嗯，我们要接那个师父的那个磁场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他们那种啊，已经去到某一个光了，懂吗？那个光啊，是接用他所要的那些磁场。带进里面的水，那个天柱里面，然后再接它磁场带回给我们。对，一样的道理了，接磁场。但是全部事业都离不开一个钳子，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大洋的味道，所以也算是爱好。OK 啦，你如果做到开心就好啦。你做到你觉得 OK 没问题，就费力过咯。来 ，OK， 83位，我们的这个直播分享到应该有2个小时多了，所以我想问线上朋友，如果有觉得今天收获良多的话，打上一个9号。收益良多，收益良多，打一个9号。收获良多，9号。因为我从中啊那边讲出我们之前是怎么样过来的，怎么样开始的，然后怎么样去了解水晶，怎么样去加持，怎么样去佩戴，怎么样去让你们知道水晶是怎么样启动，包括它的能量是怎么样。为什么有这样的数据全部都讲完了这些东西。对，虽然不是很长的时间，但是也是可以让到大家有一些公式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全部打对，应该是有学到点东西吧，而且又可以听到一些历史的故事，听到一些经历，对不对？所以记得啊，每一个人的那个运程呢是不一，是有的，只是可能到的时候你们不知道，你们抓不到，或者运程低的时候呢，你们自己也知道的，但是你们要知道怎么去控制，而不要用错地方，用在那个地方不对的地方，用到错的不对的方式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讲，当你曝光的时候呢，明明知道曝光的时候。自己本身是不能再去了，你真的要捆脱下。明明知道自己能量很低的时候，你们不应该做选择性的那个实践的时候，你们就不应该去做那个 decision。其实全部都是你们懂了的，只是看在于你们自己要怎么样去控制那个过程。
OK 啦，so 华语棒棒哒，三哥。华语，哎呦，华语不到位都是明白就好了，对吗？他需要我们很多的改变。对，有啦，还有进步了。不仅啦，他努力了啦，以前更死、欸。对，以前更惨了、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很奇怪哦，他讲哦有点 kick 哦，他写是很好的，所以以后啊有什么东西就要写在黑板上就好，叫他不要讲出来。他写也没有很好，其实。OK， so 啊、我们今天晚上会有啊、班才啦，班。